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记第六百八十面，啊，六百八十面倒数第五行，从当中看起，啊，倒数第五行从右。 我人造我业，从这里看起啊。我人造我业，众我因得我苦，孤身卑贱之家，形容苦口，饥寒交迫，恼必恼身心，实为苦。 这是总结的：善恶果报不同啊！善人行善，恶人这是造物。啊！种的是恶因，造的是。 我一我一杀道淫妄，这是我一。我因呢，是贪嗔痴慢，啊，我们今天讲五个，贪嗔痴慢疑。我果，这个地方先举出来，这是业报。 啊，你看，善人行善，来世生尊贵之家，福报大的就升到天上。啊，福报小的还是人间呢享福。恶人就不一样了，恶人呢，来生生卑贱之家，还算不错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还没有是人生，他还到人道来了。啊，不过到人道来这一生呢，没有福报啊，啊，过的是贫穷，啊，过这种生活，这都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。啊，过去生中啊造的因。 这一生呢，得的这个果报，所受的果报。卑贱之家，这就是贫贱的家庭。啊，家在社会，没有财富，没有地位。啊，形容枯槁，这是说身体。 不好，小孩营养不良啊，又遇到饥寒交迫啊，所以身心都受到苦恼啊。这是我们看到他的状况啊，身心的状况。下面是佛愚昧无知不信正法。 不兴善事是为民。当然，小孩长大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，特别是在现前这个社会环境，啊，很容易染上不良的时候，啊，愚昧无知啊。 圣贤教诲，他不相信；啊，佛菩萨的教诲，他也不相信；啊，现在的社会，完全向西方学习；啊，西方人的概念是什么？他们认为，人都是自私的。 啊，不相信世间有好人，这西方人的概念。啊，你说你是好人，要拿证明来，证明你是好人，你没有做过坏事，跟东方完全不一样。啊，中国人的教育，自古以来，从小就叫人心本善。 啊，中国人心目当中，所有的人都是好人，没有坏人。啊，你是坏人，要拿你作恶的事迹来看，证明哦，你是坏人。啊，这是东西方、啊、对于人生观呢、啊、基本的看法不一样。啊，那佛菩萨。 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，佛讲的很清楚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跟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完全一样啊！啊，我们讲本性本善的、啊，那不善呢？不善是他学会的，是生出来以后后天学会的。 啊，所以教育就变成非常重要了。啊，人性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啊，这是说明一个人，他的本性是善的，习性不善。那习性善呢？ 这个人就是圣人，就是贤人。所以中国古圣先贤说：“人人都是圣人呐、啊，人人都是贤人呐、啊。”啊，习性好不都是圣贤吗？如果你不教他，他会在社会上学坏，那个习性就不善了。啊，他跟本性呢？ 本性善，习性不善，距离就越来越远了。所以，需要教育，需要圣贤的教育，需要善的教育。啊，来跟我看看今天的世界。啊，再跟古时候一对比。 我们就明白了，中国在上古的时候，《礼记》《礼运》这一篇所说的、所记载的，上古时代大同之治啊，啊。 伏羲、神农、黄帝到尧舜啊，都还保持着大同之治啊。到夏商周，夏禹死了之后，传位个儿子。 那个儿子是真好，诸侯拥护他，人民拥护他，啊，真是个好人，就传个儿子。从此以后，儿子传儿子，变成家庭家了，啊，在这个以前，真正是选贤于能，啊，做国君的，谁来继承呢？选人。 啊，选德行，选有学问，选有有见识，选有办事能力。啊，不一定选儿子。那夏禹王的儿子启，确实不错，有德行，有智慧，有,慧有能力。 <coughs> 啊，有能力啊，所以传位给他啊，那是个好皇帝，夏商周三代呀、啊，将近两千年。 啊，下四百年，上六百年，一千年，周八百年，这一千八百年，在中国成为小康之治。啊，这之后呢，中国就乱世，啊，中国那个时候的乱世像现在一样，社会动乱，啊，这些小国谁也不服谁，天天打仗。 啊，孔子就生在这个时代，生在乱世啊！啊，这一段历史啊，我们要知道，大同之治不是理想，是中国古代真正做到了啊！啊，那么汉以后，中国统一了。 一直到现在没有分裂过，啊，两千多年维系大一统的国家，这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啊。啊，完全用伦理、道德作为治国最高的理念。 啊，满清完了之后，我们收获了传统的教育。啊，西方文化进入中国，啊，中国人觉得挺新鲜，嗯、盲目去学习。 啊，在这一点呢，我们都不如日本人。啊，但是日本人之后，也把传统文化疏忽了，啊，因为学习法。社会问题出来了，啊，什么问题呢？人心不善。 教训教育，把人都教坏了，这就是我因了。今天社会动乱，地球在变，这是我国。啊！啊，确确实实，现在的人愚昧无知。 不相信祖宗，不孝顺父母，不相信神仙，不相信佛菩萨，所以不行善事啊。什么是善事？利益社会、利益大众的事情是善事啊。今天的一切事业都是为自己。 对，向西方人学习啊。那么现在西方问题出来了，因为他因不善，所以果也不善啊，就是金融风暴这些啊。我们看到。 日本，稻盛和夫在北京的访问，我看到这个光碟啊，这是日本一个企业家，日本人称他是“经营之神”。啊，两家大公司五十年来没有一年是亏损的，年年都赚钱。 啊，什么样的风暴的时候，好像跟他都没有关系。啊，别人公司亏了，裁员了，啊，业绩大幅度的下跌了，他是年年往上升。啊，在全世界企业界里头。 他是一个奇迹，所以别人向他请教、访问他，他完全用中国老祖宗的办法。他说的很清楚啊，他的理念、智慧、方法从哪里来的？是从中国两千年前、三千年前中国老祖宗那个地方学来的。啊，他把他学到的用在企业，企业发展出来了。 稳定成长啊，所以他说了，欧美这个、这个、这个呃，经商的这些理念好，为什么美国还有金融风暴？那、啊、这就说明有问题了啊,啊！他自己经经营五十年，什么风暴与他都毫无关系。 啊，若无其事，啊，天天照样在成长。所以，我听了他的话，我明白了，他把我们中国的家道搬到他企业里头去了。中国几千年来，社会安定。 啊，人民都过得幸福美满的生活，靠什么？确确实靠家了。啊，中国人是大家庭，一个家庭从三四百人以上，人丁兴旺的七八百人，所以它是个社会团体。啊，五代同堂。 啊，所以从小，这个教育不准有自私自利的念头，不可以。啊，想着什么？想着自己的家。啊，你生在这个家庭，你为这个家庭增光荣。啊，你要一定要叫这个家庭啊，世世代代兴旺。 这从小教的啊，不能有私心的啊，所以全家的人有家道家学，是全家人一条心，这个团结的力量太大了啊！每一个人要为家庭争光，不能为家庭丢人，所以在社社会上。 无论是做人、处事，都大公无私，啊，都受到人的尊敬，啊，这一种精神，啊，所以治家就能治国，啊，治家就能治一个公司，一个公司跟一个家一样的，啊，国也一样的，范围稍微扩大一点，所以齐家就能治国。 治国就能平天下，给天下许许多多国家做榜样、做典范。啊，道生先生能把中国这个家这一套东西搬到他的企业，他企业兴亡。 啊，做成功了！啊，日本航空公司濒临倒闭，这是一个大的企业啊，也是私营的，不是国营的，员 <coughs> 工三万多人，啊，年年倒闭。 啊，是会想邀请他出来帮助日航，救救日航。啊，他出任董事长，他估计大概一年的时间就可以转亏为盈。他真做到了，在别人不敢想象啊。那为什么呢？他就把他自己经营那个理念搬到日航。 把日航所有的员工都变成一家人，啊，立业是家里的，这是从从中国人想中国的理念，啊，跟外国理念不一样，啊，经营这个企业，立业第一个是给谁呢？给员工，啊，他不是说我老板呢，我经营的。 第一个立业，第一个是老板的，这是外国人的观念啊。我们中国人不是的，员工，国家第一个立业是百姓。啊，他用这个方法做，所以整个公司员工都把他公司当做自己家庭，啊，热爱家庭，全心全力来服务，真的兴旺起来。 啊，第二个利益给谁呢？给客户。最后的利益是公司的。啊，公司亏不亏本？不亏本。这个叫一般讲双赢、三赢呐、啊。啊，员工得到好处了。啊，待遇大幅度提升了。啊，顾客服务周到，顾客很满意。 公司又赚钱啊！一举三赢，中国传统文化了啊！所以从小教小孩，你为全家，不是为你个人呐！啊,啊，全家通通顾到啊！你要顾到你的父母、祖父母、曾祖父母、高祖父母，五代同堂。你要顾顾虑到你自己的兄弟、你的堂兄弟。 你的族兄弟啊，你全家这个七八百人的时候，你全都不到，你为他们谋福福利啊！啊，中国这个国家屹立在东方几千年而不衰，靠什么？就靠这东西啊！这是中国古圣先贤经营这个国家、经营这个家庭的智慧方法。 能力，充分发挥，哪有做不好的道理？啊，我们看到这光碟，听到这报告，非常感动人。啊，这个人对中国东西了解，完全用中国的，他不用外国的。啊，他做成功，做出榜样。 啊，日本今天遇到困难了，啊，日本的朋友来问我，我看着观点说，哎，他不错，你问他就可以了，啊，问大圣和夫就行了，哎，他肯定有方法救日本，肯定有方法化解灾难，那是什么？种善因得善果。 啊、哎，你有聪明智慧，有方法，而且这么多年他有经验，丰富的经验，啊，中国人有历史的经验，啊，几千年历史经验，太可贵了，在外国找不到，全世界独此一家，啊，所以我们中国人要相信。 啊，中国的老祖宗是积德的，是讲伦理道德的，不是胡胡胡乱来的。啊，这个家庭后世的子孙，虽然违背了老祖宗的这些教训，啊，现在受一点苦难，不会灭亡。 啊，老祖宗怎么可能让他的子孙绝灭了？绝对不可能的，他是爱子孙的。啊，谁有灾难不会灭亡？啊，如果我们回头，像道生和夫那样学习中国传统文化，啊，传统的智慧、传统的方法、传统的经验，那中国会就复兴起来了。 啊，他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啊，告诉我们中国东西有价值，中国东西真好，啊，我们不知道日本人做出来了，大家都看到，你们都佩服，啊，很难得了，我非常感激他了，啊，不做出来人不知道。 啊，我们做出来了，可惜没有延续下去。啊，我们在汤池小镇做的小事业，啊，做了三年，做的很成功啊，完全用老祖宗的理念，用老祖宗的方法，用老祖宗的经验做出来了，啊，而且很快，我们大概就三四个月，这小镇的风气完全转。 啊，我们在联合国做了八个小时的报告，做了三天的展览，啊，非常成功。驻联合国一百九十二个国家的代表、大使都希望到汤池去考察、去参观。 有效，不是没有效。啊，我们是出家人，这事情不是我们做的，不该我们做的，没人做，没人相信，做个样子，啊，给地方政府看，你们觉得好，全部交给你，你继续去做，啊，非常可惜，这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认识，没有信心。 啊，半信半疑，把它解散了。啊，所以日本人来找我来问我怎么救日本。嗯，照中国老方法，日本就可以救。啊，非常难得，我们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在那边做的这么好，行了，你们去做，一个做好了，我们中国人会醒悟过来。 全世界人会醒悟过来，啊，都向日本学习，啊，其实全是中国老祖宗东西，啊，世界才会有安定，才会有和平，啊，全世界人民才真正有幸福美满的一生，啊，就这是我们读到这一段呢、啊，非常感慨。 一定要知道，善恶报应，丝毫不爽啊！啊，善因一定有善果，恶因一定有恶报。啊，唐，更多做恶业，十多恶道。啊，这个人还算不错，造点恶业还到人间来，不过在人间是何受罪？ 啊，那一辈子何受罪？一辈子何受罪？是因为他愚昧无知，不信正法。啊，一个前世造的恶因，啊，还算不错，还能够得人生。得人生如果遇到正法，他要能够接受，好好的修行，他就转过来。 啊，我这一生跟大家做的示现呢，就是这样的。啊，应该就是前世造的恶业、恶因，这也是我生在贫贱之家，啊，生长在农村，啊，家境清寒，没有土地。 没有房屋，啊，父亲谋生非常辛苦，啊，做一个公务员，靠薪水过日子，啊，一生没有能力去买一块地，没有能力去买一个房子，啊，但是我们就是受了一点好教育，啊，小时候在农村。 我们家乡这个农村是中国有名桐城派的发源地啊，这是个学派。我的老师方东梅先生就是方苞的后代，桐城派的始祖方苞，明朝时候人，他是方苞的第十六代啊。所以乡下私塾都很多。 读书的风气啊，很深啊，所以从小，哎，多了一点传统的教育啊，学了一点传统教育啊，知道伦理道德因果有这个概念啊，虽然有这个概念，可是长大了在学校念书了。 读了一些外国东西，那个时候中国东西有，但是分量不多了。啊，大部分都是接受外国人思想，啊，所以渐渐的迷惑了。啊，这个时候难得碰到方东梅先生，把我带回来了。啊，小时候有的人跟不带回来。 才有今天这个成就啊！全靠教育啊！认识方东梅先生之后，啊，带回来了。这第二个就遇到张家大师，完全带到佛门，所以我从二十六岁以后所接受的是佛陀教育。 啊，这个教育好，跟我们中国传统的相比，真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啊！说理、说事，清楚、深刻。啊，佛经里面讲的宇宙缘起，讲人生的来源。 啊，这是哲学上的大问题，也是科学上的一个大问题，跟近代量子力学、啊、所研究、所发现的成果完全相同。啊，证明了证明老祖宗的智慧、啊、你不能不相信呐、啊！啊，孔老夫子。 两千五百年前的人，啊！你说现在人聪明，现在什么人能够写一部书？不要说超过《论语》，跟《论语》可以相比的，你能不能写找得到？那你写不出来，你就不如孔子啊！ 啊，有没有人能能够写一部书像老子一样？老子东西不多，啊，五千多字，一一篇文章，有没有办法超过他？有没有人能写过一篇东西、啊，能够超过《无量寿经》从这上面想呢，我们自己傲慢的习气就降温了。 有什么值得骄傲，那比较不行呐、啊，真不如人家了。啊，科学这套东西，你说我们老祖宗知不知道？知道，知道为什么不发展？哎，如果要发展，地球可能早就毁灭了。啊，所以中国老祖宗给我们想的这个途径，不像科学这一面。 向人文啊，向伦理道德这个方向发展啊，你得到真正快乐的生活啊！今天科学技术发展，你去问问哪一个人有幸福？一问做大官的，他幸不幸福？啊，我认识不少国家领导人。 啊，都像朋友一样的人，我问他幸不幸福，摇头。我也认识很多发大财的，啊，有几几百亿财产的，啊，幸不幸福？不幸福。睡觉都要吃安眠药，你说糟不糟糕？没有安眠药不能睡觉。确实如此。 他年龄都不如我、啊，都没有我这么大了。可是我生活的比他快乐啊，比他幸福啊。啊，这他自己知道啊。啊，所以佛陀教育，就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：“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。” 啊，生活所需，知足就常乐啊！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啊，吃得饱，啊，穿得暖，有个小房子居住，遮蔽风雨，足矣了，知足常乐啊！啊，房子大好吗？不好，我在美国住了十几年，啊，这个。 中国朋友到美国都买大房子，我是买个最小的房子，啊，多大呢？一房一厅。我买的房子很小，啊，很便宜，是，好整理呀、啊，啊，外头有个小院子，啊，种些花草，种些竹子。啊，我到美国那个时候。 好像我买的那个那个小房子，啊，那块土地小院子，那个时候美金二十二万的，啊，以后我离开了，我把那房子送给悟道了，悟道好像把它卖掉，卖了三十多万，啊，越小越好整理。 我只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就把房子打扫的干干净净。你要是房子住大了，一天搞四五个小时的整理房间，你是房房子的奴隶呀、啊，你不是主人呐、啊。啊，这一段事情啊，要到年老的时候才知道，年岁越大，希望住的房子越小，暖和。 啊，整理不费功夫，啊，你才有闲情逸趣。每一天去劳碌去整理房子，多辛苦啊！所以我们在外国看到，在中国这些人可怜。你看，外国工作五天，一个星期放假两天，啊，星期六、星期天，他要用一天的房间、一天的时间呢整理他的房子。 啊，一整天好辛苦，一整天的时间。啊，院子很大，一割草。啊，花草树木要去灌溉，很麻烦。啊，另外一天的时候，他要忙着准备下一个星期，啊，他生活所必需品要到市场上去购买这这些食物。啊，平常没有时间呢，就上下班了。所以这种生活。 很可怜的。啊,啊，都是为一时而奔波。说你买那么大的房子干什么？啊,啊，外国请不起工人，啊，找工人来帮忙的时候是算钟点费的，一个小时多少钱？啊，所以那是很富有的人家。 这才有几个工人呢、啊？平常一般不可能的、啊。啊，在外国住过的都知道。啊，所以外国住过之后，要读中国书，就会羡慕中国传统文化、啊。羡慕古人的生活，古人生活。 虽然他没有这些科技的东西，他们生活在诗情画意，真正有现在所谓生活的艺术，啊，他其如艺术的境界，那真正的享受啊！现在人连做梦都做不到啊，他哪里懂得？ 那么我也做多了，死了以后，三途去了。我倒是三途，我归出生地狱。故云：从苦入苦，从名入名啊，这就是愚昧无知，不信正法。啊，他往后是一代不如一代，一世比一世苦。 啊，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社会，跟今义没有两样啊！啊，我们中国不要说多，最近的五百年啊，明末清初。 从这里一直看下来，也是一世不如一世啊！满清入关，建立政权，盛世。康熙、雍正、乾隆，康熙六十年、六十一年，雍正十三年，乾隆六十年。 啊，乾隆的儿子嘉庆还不错。啊，将近一百五十年太平盛世，真正是国泰民安呐！啊，社会秩序都上轨道。 啊，家庭以后，真的，一代不如一代啊啊，到清朝末年，慈禧太后执政，社会就动乱了。啊，所以这一个世纪，就这一百年。 中国社会是乱世啊，啊，在将来历史上，后世写历史的人，这个时代是乱世，啊，拨乱反正能不能难？还得把老祖宗老祖宗东西找回来。 我们就能够恢复盛世了啊！要肯定老祖宗东西好，你要没有信心，你要不明了，向道生和夫请教，他会告诉你，他对于中国东西。 研究学习比我们透彻啊，他做到了啊，成绩做出来，大家都看到了，你不会怀疑，这精忠。 机缘如是，六趣生死因果，六趣就是六道啊！啊，六道里面的这生死因果，其理幽深呐，这个道理太深了，非九色五种外道之所能知。这是说印度，释迦牟尼佛在世。 啊，这是说印度一般的宗教。啊，九十五种。印度当时是宗教之国。啊，他们宗教也有相当深奥的道理。啊，但是没有佛法讲的那么透彻，讲的那么清楚。 啊，为什么称它是外道呢？外道不是亲识人，啊，外道是所谓心外求法，这叫外道。啊，佛教他的弟子，啊，教学生，完全从自信里面求。 你看，明心见性，啊，慧能是一个最好的代表。啊，见性之后怎么样呢？见性之后发现了，自信里头啊有圆满的智慧，有圆满的德行，有圆满的技能，有圆满的福报。 样样都不缺啊，所以佛法叫人从自信当中求，不要向外啊，回归自信啊。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很明白：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你相不相信啊？ 啊，有跟如来一样的智慧啊，释迦牟尼智慧、阿弥陀佛的智慧，我们通通都有啊。跟他相比，啊。没有丝毫相差了，完全一样的。啊，为什么我们今天变成变成这样子？我们把自信迷了，没有去用它。 那、啊、他们，他们不迷，所以自信里面的智慧的能，他全都用上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！啊，自信里面的能量，比我们今天科学不知道超过多少倍呀、啊！你搞那个玩意干什么？ 啊，到远的地方不需要交通工具啊！这一念头想，那个人已经到了你了。你说多自在，何必要这些这些机器？啊，所以你说这个佛法要不要发展？的不需要，回归自信，六种神通出现。 今天科学技术都达不到啊！天眼无需要用用机，要用机械啊！所有一些障碍是透明的，都能看见啊！从我楼上往下看，楼下几层看得清清楚楚啊！不需要任何机械啊！天耳用不着手机啊！ 啊，在远方的朋朋友，你就可以直接通话，而且通话的时候，心向就现在面前，就如同对面，啊，也无需要机器，啊，还有他心，现在的机器做不到，啊，别人心里面想的你都知道，啊，续命知道过去。 生生世世啊，神族飞行变化啊！现在科学是用着很笨拙的机器啊，来使用这些东西啊，这是我们本能，个个都有，一点都不稀奇啊！那个漏尽通是无比的快乐，为什么呢？没有烦恼。 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啊！你所享受用的东西，随心所欲，它变相变化的，啊！这就是科学家所梦想的能量变成物质，啊！物质不要用了，又变回能量就没有了。你说这个多自在！ 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完全兑现了，在经典上介绍的，他要科学干什么？没用处啊，那是幼稚、幼稚园的东西啊！啊，佛给我们说的都是真的，你要相信，到极乐世界去，你不就全看到了？ 全明白了啊！所以这些理、这些事、这些现象啊，九十五种外道他们没法子知道。为什么？反腐？他们没有明心见性啊！只要见性，就全知道。 人人都能见性，践行不麻烦。佛说了，只要你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放下，就解决了。那、啊、要不要学习？不需要。慧能大师没学习过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嗯，他坚信，他什么都知道。 那、啊、释迦牟尼佛讲的这经，你一念给他听，他讲给你听。啊，这叫内学。啊，内学丢掉了，向外学习，这叫成外道。外道是这么个意思。啊，然后祖师告诉我们。 外道由门外，外由门内外，门内外是是我们自己学佛的人，我们也行外求法，这外道啊，是门里头的外呀、啊。啊，外面人不知道向自信求，那是情有可原的、啊。学佛的佛门弟子也向外求，不知道向内求。 这变都变成变成门内外了，所以下面说，唯我师尊呢，独知其缘，啊，为什么呢？释迦牟尼佛彻底坚信呐，坚信不是见到一部分呐、啊，圆满的见到了，啊，这个要知道。 圆教，初住菩萨就见到了真见到不是假见到，但是见的不够深，不够透彻啊，所以慢慢还得要修啊，也就是还要放下啊，他起心动念、分别之后都放下了，那还放下什么？息气。 啊，习气可不好断的，无量皆养成的，不定什么时候冒出来啊！啊，要把这些习气断干净，就圆满了。释迦牟尼佛这习气统统断尽了，啊，在净土中，习气断尽就回归常寂光，常寂光就是自己。 啊，这个在佛法里叫圆满的佛果，就近的佛果。要知道，就是每一个人圆满的自信呐，不是别的。学佛学什么，总得搞清楚、搞明白。 啊，否则的话，你就学错了，你就变成外道了。啊，佛法没变的，一切都归自己。啊，所以说，佛独知而，二啊，只有他知道。佛垂教化了，开心真实。 释迦牟尼佛大彻大悟之后，就开始教学啊，这就教化众生，教了四十九年，开明显示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这真实啊。 啊，到底是个什么？只有他清楚，只有他明了。啊，四十九年讲经教学，无非是开心真实，就是事实真相。佛经的术语叫诸法实相，啊，《般若经》上常,常常看到的。但众生愚知，他不信，他不信。啊，这就难教了。 古云：“信心者少，啊，信的人少，行的人更少。啊，信而不行，变成了知识。现在讲的佛学，啊，佛学是信他，研究他，不做，不做就是不肯回归自性，不肯放下分别执着。” 啊，分别执着放不下，当然起心动念是更放不下。啊，行就是放下。啊，你知道不肯放下，你还是反复。啊，你有佛教经典的知识，你没有佛的智慧。啊，智慧中智慧要有行动才有智慧。 啊，没有行动的话，没有智慧。啊，所以他还是搞六道轮回啊，还是得受苦受难呢、啊。啊，夜因果报，他没有办法逃掉。是故世间生死不休啊，我道不绝。 为什么六道不会消失？原因就在这里。啊，是世间人不信佛的教诲。啊，作物不断了。他天天在干呐，所以固有自然三途，痛不可言。 啊，自然山头上出生恶鬼地狱，是自然的感应，没有人在这里操纵，没有人在这里管理，也没有人在这里设计，啊，全是什么业力变现出来的？你的善业变天堂，你的恶业变地狱。 啊，三窝道，痛不可言呐！这里又太可怜了，太苦了！啊，用一个烧来比喻，啊，就好像你入猛火，你被烧死了。这是总结，无我。 五种物，五种因所感得的点果报。下面幕后这一段，是佛劝导我们要回头啊，要救我，要永远摆脱这些苦难。 啊，我们依佛教会转无变成了无善。啊，无善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不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那、啊、要是跟十善合起来讲呢，这最后一条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 那这就是大善了。我们看经文：如是无恶、无痛、无烧，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夜行之一心之意，端心正念，言行相符，所作至诚。 独坐诸山，不为众恶，甚得度错，或其福德，可得长寿你槃之道，是为无大善也。啊！佛把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受苦的。 原因说出来了，果报说出来了，讲得清清楚楚、明白明白白，啊，最后劝到我们，啊，你要把无转过来，就是无染，啊。 无善的果报，不可思议啊,啊！这个地方的无善，我们就晓得，就是无界是善。这一品经，做是无，第三十五品，就是讲的无界是善。 我们看年老的注解，末 <coughs> 这是这一瓶经典最后一段末后的劝翻转无二成无善啊，一定要把我翻转过来，这变成无善了，这才是。 经论里面所说的善男子、善女人啊，这是真正的佛弟子啊。无是业，不善的业，你造作。 无痛是花报啊，现世报啊；无烧是将来地狱果报啊。佛在这里用两句话形容他，譬如大火焚烧人身呐、啊，啊，这个比喻是比无烧。 啊，先受果，然后再受因。啊，受过什么？你会警觉到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社会，我们冷静的来观察，灾难频繁了。啊，我这个地方有一份资料。 是我们同学，你看密密麻麻，这是什么新闻标题？灾难的新闻标题。啊，我不要看内容，我就看看那标题，是些什么灾难？这一个月有多少期？啊，他们从三月份。 就给我这样的资料啊！今年三月有八十二期。四月有五十九起，五月有六十七期。六月有一百五十户起，七月有一百七十六期。现在是八月，我估计。 八月会超过两百起，说明什么？这个灾难呢，频率月月上升，而每一次灾难呢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这不是好现象啊，很可怕了啊！二零一二。 古老的中美洲玛雅人的灾难预言，现在已经被很多人公开提出来讨论，可不可能发生？我们看看现在这些征兆，这个世界上。 很多人认为可能，也有一些人认为不可能。啊，因为最近发现这些灾难，都是过去没听说过的，历史上没有这个记载。 我们依佛所，佛在经典里面所说的，灾难不是自然的。佛法里面，自然是最美好的。啊，所以佛要求我们要随顺自然的规律，自然的法则。 中国古人也讲求随顺自然啊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一定随顺自然，不能改变自然。现在的科学是要改变自然，改变自然是,是破坏自然的规律啊，要随从他的意识来来建造。 那么我们看呢？大自然听不听这些人的话呢？啊，自然爆发出这么多的灾难，说明自然已经在反抗了，自然已经在报复你了。啊，那么就这几年看吧，到底是人能战胜自然，还是自然战胜？科学？ 科学现在跟自然在对抗，看谁打赢。啊，这一仗我们可以能看得很清楚。这灾难从哪来的？破坏自然生态环境，所反映的，大自然的报复。 啊，没有这些科学技术，人想破坏自然，没有这个能力，做不到。啊，现在有这些科学技术，人确实可以破坏自然，啊，自然也不甘心、情愿，他来来反抗。 啊，真的会吗？现在我们知道真的。为什么？整个宇宙，万事万法全是有机体，也就是说，它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。啊，动物是活的，大家知道；植物是活的，也承认。啊，所以植物称之为生物。 啊，矿物他不承认，认为矿物没有生命。啊，日本江本生博士做的水实验，水是矿物，他做了十几年，证明了，他还在联合国做过好几次的报告。啊，很多科学家到他那参观。 证明他确实是符合科学的这些条件啊，他不是欺骗人的。证明谁会看，会听，懂得人的意思啊，十几年来呀、啊，很有效果啊。 啊，现在台湾有一部分同修啊，也在做这个实验，啊，也做的相当成功。他们用的这些仪器，比江本身的时候还要先进。啊，告诉我，看得更清楚。啊，水结成的绝会这个这个呃雪花。 啊，而且能够把握住，因为它变化太大。实在讲，变化就是一两秒钟，你要抓住，抓不住，这个图案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摄影要快速摄影。啊，现在不但快速，可以连续摄影一次照好几张。啊，这是一气逼从前进步了。 啊，水是矿物，会看会听，会懂得人的意思，这就说明了佛在三千年前所说的，所有物质现象是什么？从哪来的？从意念来的。这是阿赖耶的三系相嘛？啊，阿赖耶第一个现象业相。 今天科学家讲的能量啊，从液相一变就是转向啊，转向是什么呢？转向是意念。啊。我们现在讲精神现象，所以精神现象是。 早于物质，先有精神现象，能量变成精神现象，精神现象变成物质现象。啊，这个事情是被德国的科学家布朗克发现的。啊，布朗克他发表他的论文说，这个事件。 根本没有物质存在，物质是假的。啊，物质的基础是意念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，物质是从念头生的。啊，现在有一些人很重视念头这意念了、啊，知道意念的能量太大了。 啊，它能变现出物质。啊，物质现象的本质是什么？是一个波动的现象。啊，这个波动频率非常之快。啊，佛经里头，弥勒菩萨说了一个数字，这个数字我们现在的计算大概是，一秒钟，啊，震动频率多少呢？ 一万六千兆次，单位是兆，一万六千兆次，这个频度、频率，啊，快速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，电影荧幕上什么都没有，啊，因为它快速的移动，啊，我们旧是的电影，啊，我们用的这个这个电影的。 一底片啊，这个就是现在所讲的，这叫副片啊，正片啊，就是幻灯片啊，在放映机里面，一秒钟二十四张。 啊，所以你一看是二十四个幻影图像累积在那个地方，你眼睛来不及看，所以你以为是真的。那佛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觉察到的这个现现象里头，就是跟电影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啊，每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幻电影。 而这个念头停停留多久呢？啊，是一秒钟的，一千六百兆分之一，啊，一秒钟里头是一一千六百兆次，这个速度在滚动，你不知道是假的，啊，电源才一秒钟二十四次，我们就被他欺骗了。 这眼睛被他欺骗了，以为是真的。所以，这个世界，《金刚经》上的比喻是比喻的非常好，非常精确，一点都不假。梦幻泡影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”真的是这样。 如露亦如电的，是应作如是观，啊，诸佛菩萨的看法是这样的，啊，它像闪电，它像露水，它不是真的，啊，存在的时间很短，啊，我们一个人生活在世间不过几十年而已，啊，寿命长的。 七八十岁就算是寿命长的了，啊，四五十岁过世的很多啊，真的是如露亦如电呐、啊，应作如是观的、啊，你这样看法就正确了，就对了。 啊，所以事实真相我们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还会不会去造恶了？不会了。真的叫心平气和。啊，心平气和是学问呢、啊，是功夫啊。你不了解事实真相，叫你放下，谁肯放下？谁愿意放下？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不叫你放下，你自己放下了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自己真的了解了不可得，连这身体都不可得，啊，何况身外之物呢？一切法不可得。啊，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，这个人，我们就称他做佛，称他做菩萨。 佛是圆满的，清楚明白了；菩萨是清楚明白，没有达到圆满。啊！但是这些人，确确实实，他们的心清净平等，他没有起心动念，他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！所以他有真实智慧。 智慧从哪里？智慧是自信里的本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。啊，这叫内修。啊，不但智慧是本有的，德行是本有的，也就是说，像中国老祖宗所说的“五能五常”“四为八德”，是自信里的本有。 不是外头来的，在佛法里面我们讲三归、五戒是什？啊，六合六度普贤十愿，通通是自性本有的，不是外头的，不是哪个人故意呃想出这些东西来教人，不是的呀、啊。啊，你要通通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原来佛没有一样东西教人。 我说全是你自己的啊！无界是你的本性，十善是你的本性，三归觉真经是你的本性。佛没有一样东西叫人啊！所以孔子讲“疏而不足，行而好这两句话千真万确的真话了，不是假话了。 不是骗人的啊！佛没有东西教人，你自己本性里面是圆满的，是究竟的。你顺着本性，你的享受就是佛菩萨的享受；你违逆本性，要想方法要改变自然的时候，那你的灾殃就来了，你的灾祸就来。 啊，自信就是自然。自信里面智慧德能，就是自然本有的法则。啊，只要你随顺。啊，所以闲守过失，闲守过失是明心见性的人呐、啊，是大彻大悟的人。 啊，真正放下了。啊，他们的境界跟六祖慧能、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啊！啊，教给我们四种心得。啊，这是学佛人必须遵守的。第一个是随缘妙用，你看随缘，随缘是什么？ 普贤菩萨讲的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这叫随缘。妙用是说，妙用是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就妙用啊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你大公无私啊，没有好恶、啊。不是这个我喜欢你，那个我讨厌你，这不行啊，这就不妙了。 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们有染污，他没有高下，没有染污就是清净心，没有高下就是平等心，在随缘里面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，这叫妙用。啊，随缘里头我用什么？我用清净心，用平等心。 用救而不迷的心，这叫妙啊！啊，我也要用自私自利的心，用贪婪的心，用成慧心，那错了，那不妙了、啊，那你就造业了，你去制造六道轮回，轮回六道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就是你的恶念、恶行变现出来的，它是一场空。 啊，所以佛在此地这个总结里头劝导我们，我们一定要相信：杀盗淫妄酒是恶因，贪嗔痴慢疑是恶业。怨恨恼,恼怒,怒烦是怨业缘。 这个一因缘混合起来，果报就现前了。啊，现在你的生活就是痛苦。你富有，富而不落；你地位很高，贵而不落。啊，你的日子过得很辛苦啊，你的前途是渺茫。 你不知道生从哪里来，不知道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，这怎么不苦呢？如果你觉悟了，生从哪里来清楚，死了到哪里去也清楚，真快乐啊！啊，在这个世间，吃饱了，穿暖了，有个小房子可以避风雨，租了。 不要了，这就对了。啊，这个灾难来了。 我收到一个陈居士的来信，告诉我，啊，是大概是他的小孩有天眼通，啊，看到灾难的状况，啊，好像他见到阿弥陀佛吧，啊，小孩说出来。 把这事情告诉我，啊，我把它印出来了，啊，这个事情不能对外说，对外说是造谣生事，啊，我们自己做参考，啊，怎么个做法？念佛重要啊。 学习《无量寿经》重要啊！所以我从去年我们这个清明开始，把《华严经》暂停，来讲《无量寿经》。为什么？就是救这个灾难啊！现在我们把《无量寿经》每一天加到四小时。 啊，我哪里都不去，啊。希望八这不经赶快讲圆满。啊，有不少同学在整理，啊，有出文字的讲义出来了，啊，那么再有光碟，帮助大家认识宇宙人生真相。 认识六道轮回，认识十法界，认识西方净土，认识阿弥陀佛，我们自然就有选择了。啊，所以这不仅重要。我估计大概十月可以讲圆满。 后面剩下来不多了。要知道断悟修善啊！这个地方交给我们。若人能于无痛无烧之中，专业其心，至至止意业之三恶。 端正身心，这是第一个啊！教导我们，我们把无我翻过来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 头一个要把心端正过来，啊！你看，现在我们确实是处在无痛无烧之中，这这真话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专业器心，制止意，也是念头，啊！念头里面呢，三物就是贪嗔痴，啊！我们今天讲五物。 贪嗔痴加上慢疑，贪嗔痴慢疑这五种东西，我们要把它制止住，心身心就端正了。啊，这就是世尊在经教里的常说的，智心一处啊，无私不办。啊，我们要化解灾难，这是主力。念头一端正。 灾难就化解了啊！现在外国人，美国的布莱登，我听说出了好几本书，我没看到。啊，我只看到一种。啊，听到他一次在悉尼做的报告，啊，教给我们应付啊这个灾难，他提了三句话，啊，教我们。 气卧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这一句就是端正心念。这个灾难可以化解，地球、社会都能恢复正常，而且将来的地球会变得更好。为什么人心转过来了？ 啊，话说的没错，啊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。现在问题就是，人肯不肯回头，关键在这个地方。啊，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，说出来了，我们相不相信他，肯不肯听他的话，能不能依教奉行？啊，如果我们不相信。 不听他的，啊，不肯照做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灾难就不能避免。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吧。 啊，第二呢，言行如一，诚实不欺，这第二个就是不妄语。口业改过来呀、啊！啊，对人对事对物、啊、要用真诚心呐、啊。啊，妄语成了一种习惯。前面我们读过，妄语里头包括两谁？ 挑拨是非，啊，其余花言巧语，啊，所以这些都要戒除，啊，不妄语，不念舌，不绮语，不握口，啊，言行如一，诚实不起也、啊，啊，把这个毛病改过来呀、啊，啊，第三。 诸恶莫作中山奉行啊！我我们就指本经里面所说的“杀到阎王就。我们决定不能做。翻过来就是啥？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。 不歇淫，不妄语啊，啊，或实善的，啊，不念时，不恶口，不欺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这这种善奉险了。我们一定把它做到啊。第四是则能得福，度脱生死，这个第四是现前的果报。 你能得福报啊！世间人所追求的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啊，佛都教给我们。能不能取得到、求得到？能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。这是如理如法的求。 没有带我也在里头，真正福报啊！啊，我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，那命不好啊！啊，命里面没有财富，命里头没有地位，这就是贫贱呢、啊！啊，什么样的命呢？乞丐。 叫化之名啊！啊，前世造的不善嘛、啊，那感得这个苦，这个罪报嘛，啊，好在是我二十六岁遇到佛法了，遇到佛法，我相信，我能听得懂，我能理解。 我一交风险，你、嗯、转过来了。这张家大师告诉我，命你,你这么一财，啊，怎么办呢？修财布施。我跟老师讲，我说我生活非常困难，我哪有钱去布施啊？老师告诉我，一毛钱有没有？哎，一毛钱可以。啊，一块钱一块钱也勉强。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，你要有布施的心。 啊，心不能断，遇到缘你就要去做。那我就从一毛一一块，老师教我的就不是了。哎，可是不是？没想到真的越试越多。啊，以前不是我没有计算的，没不知道啊。那顺手就就,就就就就出去了，啊，知道布施的很多。啊。 啊，进来很多，出去就很多。啊，我们有拿去享受啊，生活还是很清苦。啊，九九年，啊，又是大宗的布施，啊，我就注意到了，啊，从九九年到现在，每年我布施出去的大概是每斤一千万呢，这从前面做梦都不敢想啊。 那、啊、钱从哪来的？我不知道，啊，设方供养的，设方供养，设方就缺了啊！所以真叫有求必应，想做什么事情，他就有很多人从前来，用不完了啊！给他们做好事。现在我不想做事了，希望大家别给钱给我了啊！让我清静自在一点。 啊，我有钱得想想做哪些好事；没有钱就不要想了。好事不如无事啊，无事最好啊。啊，这个道理呀、啊，一定要懂。啊，别给自己添麻烦。啊，布诗确实，我学云光大师。啊，四种供养。 多半都用在发布史上，啊，所以每一年印的经论善书不计其数啊！啊，我在台北有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，专门干这个事情，啊，是全世界啊，我们每一个宗教都平等看待，啊。 他们有的经书送给我们帮他印，啊，钱不要他的，我们拿钱替他印。印好了之后送给他们。啊，所以我们也印了不少外国的宗教善书。啊，这是他们那个地方流通的。啊，我们帮助他们。啊，在小部分。 是救灾啊，要用一部分啊，病苦医疗啊，再就是清寒学生的奖学金啊，我们年年都是啊，要做这些好事情啊，所以。 财是得财富，法是得聪明智慧，无为不施得健康长寿，通通都得到了啊！而且生活的非常快乐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。 那人家跟我讲灾难，我怕不怕灾难？我不怕灾难，为什么我想往生？啊，这个世间我住够了，我不想再住了。那佛菩萨不让往生，就没法子了。啊，我住在这个世间，一天不会空过，就是讲经、讲经教学。 是我的正业、啊，那其他的活动，我这么大年岁，我统统谢绝了。啊，真有人找我，我或者在此地讲两个小时，录一个光碟送去送去，啊，或者我写一篇讲演稿，我派一个人到大会去宣读，代表我。 让我无量受经不要中断啊！晚年活一天，讲一天经啊！没有这个讲金的设备地方，我绝对不会去啊！日本全国讲金，他有这个设备啊，有网络可以同时向全世界播出啊，这个对我我不造成伤害。 我讲什么东西？讲《无量寿经》啊，无论到哪个地方都讲这部经。这个方法好啊！啊，经典所在之处啊，这个地方就有福报啊！啊，所以诸恶莫足，众善奉行，一定要记住。 啊，这两句话，儒释道都讲。啊，不但儒释道讲，每一个宗教都讲。啊，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所有圣贤共同的理念，共同的教训。啊，这能得福，独托生死。啊，我们想了生死。 啊，我们死了之后有一个愿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老师告诉我，心想事成，我们天天想，必定成功。啊，我们讲的是阿弥陀经，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。 我们念的阿弥陀佛啊，我们学习的是跟阿弥陀佛学习啊，身口意三业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啊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啊，所以你看，照这个去做。 你决定能度脱生死，啊！会所语，寻言其言，一行见也。是名言行相符。福有助的意思，有成的意思。 啊，言行是一致的。啊，寻言起行，这就是遵守佛菩萨在经典里面的教训。啊，这个注解好啊！《无量寿经》传到中国以来，一直到今天。 这个注解是第一注。中国古人注解就两种，日本图。日本大概有三十多种，啊！但是这一种这个注解是一切注解的集大成。啊，我们看念老这个经文后面列出他引用的书籍。 啊，经论，古德著所，总共一百九十三种，所以这个注是集注，是注解的集大成。啊，读这一本注词，古今中外、佛菩萨、祖师大德注解全在里面，全都看到了。啊，所以我称他是第一注啊。 因为这一步就够了，就不要再找麻烦了。这一本书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保证书，这一部经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护照，你都拿到手上了。什么时候要去，什么时候就去成了。 一点都不假。啊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没有白来呀、啊！这一次来的太好了，太殊胜了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就见阿弥陀佛。啊，见到阿弥陀佛，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 啊，最后一句，可得长寿你还知道。哦，这一句可了不起了，这是什么成佛了？啊，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，长寿就是无量寿，啊，长生呐、啊，真正的长寿，不生不灭。 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真的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自己要晓得，那是有量的无量，啊，那个无量寿是有量的无量，啊，那无量寿是多长呢？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三大阿僧祇节 这天文数字啊，这么长的寿命啊！可是这样长的寿命时，你肯定证得妙觉果位。证到妙觉果位，就真的无量寿了。啊，那就真的无量了，不是三大神期啊，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。 啊，这进行了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，叫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，真正的无量寿。所以，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先从有量的无量寿，然后就转变到真正的无量寿，这一点都不假。啊，所以世间。 也有长生之事这事情不可能的。啊，秦始皇希望长生了，派徐福到海上去求神仙。 代表五百童男，五百童女，啊，这一去就没回来。我这一次在日本讲经，日本同学就问我这桩事情。啊，他说，日本传说，日本天皇第一代的天皇就是徐福。他问我有没有这桩事情，我说有。 中国历史上有记载。那、啊、我们后面一般人判断呢，他也是去到日本去了。啊，那如果是日本天皇是徐福的后裔，我说我苏家姓徐啊，那我们是同一个祖宗啊。 啊！日本跟中国是兄弟之国、啊，应该要相亲相爱啊,啊，不能有任何冲突啊！啊，这是什么？是家道啊！兄弟睦啊，这是孝顺父母啊！啊，兄弟不和，你说父母心里怎样？ 啊，所以终日是兄弟之故，应该要和睦相处，要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。啊，这是讲经听到这些事情，顺便劝导大家。啊，为正无声，则不生不灭。 故历世间生死，方是真长生也。真正常生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